我是公关列车长的109年，10月1号台北捷运淡水新线40站。现在46分，拍摄是看我淡水的西山班行高音量线刚刚的时间来的。看我淡水的西山班行高音量线刚刚的时间来的，来试营站。开往淡水的 C38 型204203编组的高压系统刚刚的事情是在淡在新站关闭车门准备拜拜。101次，开往淡水的205403变组的西山八行高压线，刚刚的是捷列车，然后刚刚在40站南，啊，错过了捷电彩绘啊，可惜。对啊，今天彩绘已经在去40站南已经相遇了，交汇了。那下面一个八站的，错掉没了，一个航片，那等，拜拜。